啊，他自己开了，他自己开了。Now turn right onto South Frontier Lane. 他可以先 turn right. 他知道这是 stop sign 哈，他能看出来吗？对啊，他看见了。哦，可是这个 stop sign 前面还有可能有车，怎么办？他在 creeping forward. 啊 ，creeping forward 还会 creeping forward 啊？你真的没有动他呀？没有。啊哈哈哈哈哈！啊，他开了太中间了，他开了太中间了，怎么办？哦，还好不是很中间。妈呀妈呀！不可能，好怕怕呀！我靠 ，It's gonna make it the first left turn. Oh my god! 哇！啊啊啊！哇！妈妈 ，Put your hand on it. 他还让你把 hand 放在上面的。嗯，我放上了。YouTube video 和自己体验还是很不一样的，还是很怕的，好不好？我抓得紧紧的。哎，他还能看到这个路上的空。你知道要 pick 中间这条 lane。哦。In 500 feet。看没线能看出来这么多东西吗？哇！他知道这时候该右转了吗？哎，打灯了。Now turn right. Whoa, there's a car. 啊，太近了，太近了啊！ Now turn right. 啊！那女的很不可置信的看着我们，想说弄啥你？这里他就会 autopilot。Take a photo. Take a photo of what? 他会他在 intersection. 他刚才自己喷了。他自己喷了。嗯。他自己觉得玻璃 不清楚吗？对，他可能刚洗过那个小头，我不知道。哦，他还自己擦了擦玻璃。对。哇塞 ！Why did it do that? 因为他不知道最右边的那个地方有一条 bike lane， 所以他就开到 bike lane 上面去了。爸爸就赶紧转了他一下。他不知道自己可以换到左边的 lane， 哎，他自己换了。对。哦，我刚说嘛，换左边 lane 不用跟着他了。
只想知道它这个弯能转成啥样。这个弯是个大弯，而且你中间很远的地方有密林，不然它能识别出来吗？它能看到这个线，我估计它可以 follow 这个线。希望它能转好这个弯。抓紧啊！哎呀，他又一句走不走的。他有点不顺。哎，撞了。Oh my goodness！ 啊啊！是他甩的我还是你甩的我？他我没动啊，我动了最后会取消的。他自己一开始转的有点大，然后他突然闪了一下，闪到这边了。不是，他转所有的弯都是先往反方向打一点，然后再转一个很大的弯过去。他怕碰到 curve， 他怕轱辘，他怕那个内轮差碰到 curve。他对他自己有多大心里没点数吗？这怎么会碰上呢？改进嘛，就是他明明是辆小小的车，但是内心他是辆大大的车，是吧？这段拍的看的都挺好的，看他这个 unprotected turn。哦。这怎么不跟我看的一样吗？一样你知道你是一个多 terrible 的 turner 了现在啊？哎，这前面有辆车，他要干嘛？他停着吗？他停着。哇，这离第一有点近。有人，他能识别出来这个人吗？识别不出来。他识别成行人了。哎哎，近处他以为是摩托车，其实是一个很拉轰的老爷爷。哎，有狗有狗，你小心点啊！狗比较 unpredicted。狗他能看出来吗？狗看不出来，他能看到人。